錦榮老師所撰寫的粵曲對唱曲目《隱辱未亡家國恨》，為求復國有日，必須隱辱一時。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，咁多年嚟被人傳頌，亦都時常激勵住我哋要刻苦自勉，發奮圖強。在春秋末期吳越爭霸，當年越王勾踐投降之後，就帶埋夫人去了吳國嗰度為臣，十年忍辱負重，過住非人一般的生活。但是他哋憑藉住堅強的意志和復國的決心，最後得償所願，復國成功了。咁啊，呢一首曲目咧就係講述越王勾踐同夫人喺吳國期間嘅一番對話。接住落嚟請出嘅呢兩位表演嘉賓，其中一位係資深唱家李小梅小姐，其實佢係梨園後人，佢爸爸咧就係廣西庸劇嘅非遺傳承人啦，所以喺戲劇嘅演繹方面有住多年嘅薰陶。而另外一位演出嘉賓咧，會有我哋廣州粵劇院著名粵劇文武生梁文超先生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將舞台交俾兩位帶嚟呢一首《隱辱未亡家國恨》，掌聲有請。
怕白发重生，难圆轻梦梦。日日我身上担，怎不泪迷蒙啊？欲了祖宗，怎不欲心暗此言恨，这生太无用。大王，善王啊，莫算红心。真是情何以堪呢？大王，我俩既成比翼，自当甘苦同享。大王有令，勾遣夫人进宫陪酒。有位啊，不怕吓，进宫陪酒，阵阵是欺人太十八。经闻此语，泪。红教我怒愤填空，本是越王坐帝宫，独居一方多神宗，调兵遣将。青鹰啊红，夫人乃是人中凤，诸位感触恩如龙，怎我陪酒宴前将。Oh,
纷纷月朦胧，只剩感性无能入宫去通融。暗恋温度已冲及我梦去而我中，而眼怒容又要泪平冻。轻放有招全大志，带来进宫忘步中。
你回来了啊！回来了。你醉了？我没醉，都是把关关灌醉了。这个。人说话也猜疑，我识妾身意思，明知心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此话。此事情意。
白玉嘅蒙尘，一腔怒难通，无名火上。你又何须自唱呢？为免君王受辱，妾身为求一死。夫人，夫人，只怪勾践无用，连累夫人你受。哇！太王为求复国有人，必须忍辱一死啊！夫人，太王，再有作弄，莫说姻缘早种，贫居于央枕不妻田垄，苦如龙下耕。
春中，淡泛青铜，情真同欢照神童。